这个旅行箱，你用吧。别客气，都过时的，你不用都扔了。谢谢。有东西啊，肯定是和我媳妇出去旅游忘收拾的，你能用就用，不能用都扔了。 喂，啊，下午就来我们小区啊？你们小区检查了吗？真罚吗？真罚？罚多少啊？你说这一共一个月租多少钱？一罚白扯了不就？嗯，好的。 真不是故意为难你，居委会隔三差五来就检查，我都糊弄过去了。几次消防队来，抓住就罚款，我也没办法。对不住你啊，你有住的地方吗？ 江对面有我一工友，我找他帮帮忙。